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钟看什么。今天带大家回顾刚结束的三月挑战任务 LV9、LV10。我们先讲 LV10， 三月的 LV10 有模式背，当时醉梦倾城也正在进行中，舒服给大奖就不说了。三吕布切菜玩法也整个把 LV10 玩到烂掉。关卡30级林黛玉可以无视，30星加灼热可以交给潘金莲。通关队伍的话是136组，比二月的111组还多上不少。通关队伍可以看到近代队长又把关卡玩坏了，上面一点有雅斯娜带着两位全新强力队员通关，崭新大奖还有去年年度黑金，有不少抱着泥路通关的记录，就连2022年的凯撒都打出了一个二卡，元老级的旧卡又有一堆超惊人的组队通关，大家可以稍微参考参考。LV9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王冠的30火，还有第三关的锁技加五组同 C， 其余的话关卡算放水蛮多的。通关组数是121组，也比二月的110多了11组。通关队伍可以看到炎西贤者、神猫、北欧夏娃、初音等等的熟面孔，黑金的青龟、特哥、悲迷糊，还有当时比美黑金的基层，以及近期刚解放的夏马西都有留下通关。往下很快就到22年中，解放本多也还在持续输出木达。打了一个三卡，然后不用说，近代队长绝对是拔到零队员的那种。出场统计 LV9 最高的是机械夏马西，我可以看到三位并列第二，其中一个还是水手月亮哦。鬼天灭地美少女还在竞争行列当中。LV10 就又是全新三位女性的争夺战了。我一样会把表格放在下方留言处，大家有兴趣就进来逛逛吧。OK， 以上是今天一分钟看什么，大家对月挑战还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